我们现在来说一下，就是冲浮口的模具安装。像我们冲浮口的模具呢，就是那个刀呢是双刀的，就是它在模具里面的时候呢，就是走法呢跟冲孔的走法是不一样的。上浮口的模具的冲刀呢，是一定要看开始呢是停呢是停在中间这个位置，然后呢往下冲，冲了以后呢就是往上勾，就是那个刀口呢是处于那个刀管子的中间这里，先冲一个面，然后再往上拉，然后停在中间。上个这个时候我们是要怎么控制呢？我们就是后面呢有三个感应器嘛，这个呢就是先说那个半孔的感应器。这个半孔的感应器呢，就是控制那个刀口停在中间这个位置的。然后往下冲呢，就是这个传孔的感应器。传孔的感应器呢，就是控制那个刀口往下走的位置。一般我们的位置呢，就是调到那个刀口，就是把那个底下那个面冲走了就可以了，也不要调得太低。因为调得太低的话，它往上拉的时候，这个面呢也会，这个刀呢上刀呢也会把上面那个面呢勾一下，也会变形嘛。就是刚好调到它，把那个料切断了就可以了。然后呢就是回位，这个感应器呢就调到它往上走，就是也是这样子，刚好剪断它，那刀口处于那个模具的中间位置就可以了，也不要调太高，调太高的话它往回走的时候呢就会把管材压扁嘛，就是调到它刚好上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就是冲浮口的话就是要调那个感应器。我们现在就是安装一下浮口的模具，我们现在来就怎么安装。上浮口安装呢，就是比冲孔的简单一点。首先呢，就是浮口的位置，就是一定要处于中间，也是那刀口，就是处于那个油缸的中间这里，不要挨到前面，也不挨到后面，这个位置是刚好的。然后那个孔呢，也是要在中间这个位置这里，你再在孔中间，螺丝可以穿上去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上紧压块。上浮口的话，那个压块呢一定要上紧，因为浮口呢它还要往上勾这个力气，还有一个往上勾的力，所以说我们要把它上紧一点。还有特别一种，就是那个管材比较厚的话，就是比如说有2点多的模具冲浮口呢，我们还要做一个支撑在这里，把模具支撑起来。现在我们模具调转冲针就是很顺的，就在处于中间，然后就可以试冲了。现在模具装好了，就是那个冲针呢是处于最高这个位置的，因为这现在呢的系统呢是用那个冲孔的系统。像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是按一下这个冲孔冲浮的切换键，按一下它，然后冲浮那个灯亮起来了，然后我们就按一下自动，然后开机踩一下脚踏开关，因为现在是冲浮嘛，你踩一下脚踏开关，它就会停在中间这里了，就是刀口刚好停在主模的中间这个位置这里。像冲浮口的话，它的行程走法呢跟冲孔的不一样，它行程走法是往下走，然后往上勾，然后停回中间这个位置。所以说行程这方面呢，就是停在中间呢，就是半孔后面那个半孔的感应器调到它停在中间，往上勾呢就是回位感应器调最高的位置，往上走往下冲呢就是调传孔的感应器往下走。我们现在来试冲一下。这是虎口一气成型的。